女人32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女人如花，人见人夸。女人32，人见人爱。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最有魅力，尤其是虎狼之年的女人。这样的女人一般都是结婚后相夫教子的女人。婚姻中，女人在一个家庭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这样的女人不止影响着男人，更是影响着三代。所以女人32，人见人爱。一，这个年纪的女人是女人的黄金年龄，更有魅力，是女人如花似玉的时候，男人都爱不释手。大多都是刚结婚几年，都在爱情甜蜜期，不管是自己的男人喜欢，外人对这样的女人也是赏心悦目。二，这个时期的女人，她们通情达理，心胸宽广。女人心宽，对自己丈夫才不会总是指手画脚。男人事业上有烦恼，往家里撒气，他们不会放在心上，体谅丈夫的不易，同时知道该如何去安慰自己的丈夫，给他再次站起来的勇气，而不会像一些女人一样，为了一点小事就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。男人又怎么有心思去做自己的事情呢？三，这个时期的女人更善解人意，体贴入微，更懂得男人的想要什么，知道男人的需求，他们会在精神上支持男人。都说男人是女人的依靠，其实女人也是男人在家庭上坚强的后盾。四，这个年龄的女人更懂事，在家相夫教子，不会惹麻烦，更是男人感情的好伴侣，体谅男人的不容易，更能抓住男人心，这样女人让男人觉得轻松，才会得到男人的喜爱。女人32，人见人爱。男人遇到一个好女人，不仅让自己舒服，婚姻也会越来越滋润。遇到这样的好女人，要懂得珍惜。